刚漫画里有小叮当，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自由高照，早安，我是恩慈。早上好，我是威尔。早上好，我是妍妍。是的，那我们今天是今天是几月几号了？日子过得都忘了。今天是7月11号。七月的十一号啊。早上8点。是早上8点钟。是我在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那边看到有人开始问了，哎，谁是妍妍呐？啊，谁是妍妍啊？妍妍来介绍一下吧。是。不用。就是妍妍了，我就是妍妍。你就是妍妍，妍妍就是你。是介绍一下吧，可能人家对你不太熟悉啊，或者有些朋友啊，妍妍，妍妍也是我们的这其中一位DJ 啊，他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 studio 的负责的 studio 的这个运作的部分非常重要，没有了你不行哦。是，好，那我们同样的先看看这个国外的新闻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啊。OK， 那首先呢，就让恩慈有些什么新闻来说说看。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关于一个熊，那个熊猫是猫熊还是熊猫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哈。那在台湾呢，知道有一个就是叫团团跟圆圆啊，就是一个算是在台湾非常珍贵的动物了。嗯，对，在台北的那个动物园里面，是，我也曾经看过他们，虽然但是看他们的时候就是在睡觉这样子。那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圆圆生了一个 baby 小宝宝，然后呢，他们就要帮他取名字了。你猜猜他们取什么名字？圆圆起了什么名字？不，圆圆的宝宝，圆圆的宝宝。对，它不是正式的名字哦， 是小名哦，是圆圆，不是圆圆，圆圆。我还以为是我们这个 studio 的圆圆是一样的那个名字，叫圆圆，是圆形的圆，啊，因为他们是有之前有两只嘛，团圆，他们是取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叫团团，一个叫圆圆。哦，OK， 那现在生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呢，你猜猜看吧，他会取什么小名？团团圆圆，那一个是叫芳芳，扁扁，扁扁。好了，他的名字小名呢，会暂时取为圆仔。圆仔就是说，就是圆圆生下的 baby， 所以叫做圆仔。圆仔啊，嗯 ，OK， 所以就是很小，这个怎么样呢？叫圆仔是很圆的意思是吧？就是可爱的小名吧。本来他们之前呢还要取名叫做那个吱吱，吱吱，因为它会吱吱叫。啊，那不是叫鸟了吗？听起来像鸟呢。对啊，可是所以才会一面倒的，就是他们投票一面倒的说，哎，决定要取这个为圆仔。嗯，是很可爱的名字。其实像这个熊猫呢，其实是这个中国的国宝嘛，对不对？是。所以在这个他们这个生了下来过后呢，全世界都觉得哇很开心，因为毕竟也是受保护的动物。嗯，在马来西亚这边哦，听说之前也是有这个熊猫，中国把这个熊猫送了给我们。嗯，是吧？嗯。然后这熊猫怎么样了？命运如何？因为中国还没那么宽宏大量，应该不是送。啊，是借啊，租借就是要还租金的那一种，是吧？你看，就是这个台湾呢，我就觉得就可能就好了，他不用租借，这个直接是给他们的了，不是给，是给的，是给的还是租借？应该就是租借吧。租借他倒没说是不是租借还是怎么样，不过毕竟台湾和中国也是大家是姐妹嘛，对不对？那马来西亚跟中国什么关系啊？没关系，没直接的关系啊，友好关系吧，所以就租借给我们了。所以就租借，对。嗯，所以这熊猫是还挺可爱的。他们接下来还会正式的帮它命名。嗯，所以圆仔呢只是暂时的一个小名啊。嗯，台湾人都很喜欢取小名，所以就先这样子叫着吧。嗯，就是圆仔，圆仔这样子叫。嗯，还好不是这个圆圆了哈，不然就这个圆，你也红了起来了。也是变成稀有动物了，保护动物了。是，那好，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新闻，就比如说这个在之前呢曾经发生在全世界都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嗯，就是这个俄克赫俄州啊，这个克利夫
男的这个少女呢被禁锢的案件，其中三名呢被绑架啊、囚禁啊，甚至性虐待呢，就长达十年，后来就跑了出来嘛，还记得这些新闻吗？是啊，对，所以呢，现在又有跟进的一个新闻了，他们现在终于就可以重新过生活了。嗯，他们在这个就录了一个视频短片，就很感谢给予他们协助的这个人士，还有各社会的阶层。这段短片就长这个3分30秒左右，在周二凌晨呢就上传到这个 YouTube 了。那根据这个次序露面的呢，就是有囚禁了十年的这个26岁的贝里，然后还有9年的23岁的德吉泽斯，还有长达11年被囚禁的这个奈特。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贝里呢，好像就是在生了一个孩子的那一位。嗯，在三个人呢，在上个星期二呢，克里夫·弗兰的律师所述录制这个短片，稍微有一些装扮了，那看起来呢是带笑容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快乐的。所以如果不说的话，从这短片中看起来，基本上你不知道他们是曾经经历过这种非人生活的，嗯，是很痛苦的。那在这个基金会，有一个基金会呢，就帮助他们能够重新再过这个生活，而且。这个被成功救出的这个关键人物呢，就是这个贝里啊，其实是因为他，其他另外两个人才被成功救了出来的，是他首先想办法就逃离了那个地方，在向外求助的啊，在视频当中呢。他就说了，他想让每个人知道，其实能够回家和亲人和朋友团聚呢，是他其实非常高兴的，而且变得更强大。当然他也要求呢，就是外界呢继续能够尊重他们的隐私了，让他们过回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了啊。而另外一位奈特呢，是三个人之中呢被囚禁最长时间的，甚至在期间呢，他还曾经怀孕，因为被性侵犯了嘛，所以曾经怀孕，悲哀的是被打到流产。你能想象是惨无人道的吗？这个他们就没办法逃出来吗？那个时候没办法逃出来。那时候完全没办法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这个变态的，就把他们困在这个他们的地牢里，就是地面的这个，因为在国外嘛，他们有一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呢，其实有时候是可以避难的，过生活的。比如说像有些地方它风灾或者是怎么特别厉害的嘛，所以他们就有了这种所谓的地下室，就把他们囚禁在里边。不见阳光，不见阳光的，不见阳光，对，也不把他们放出来。而且如果是他们想要逃跑的话，就被会毒打一顿所以就造成那个时候他们是很小的，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这些被困了十多年，对，当时被囚禁的时候是十多岁吧，十来岁的少女。但不过有一位就比较年长，那个我记得应该是20岁左右了，忘了是其中一位啊。不过那个时候呢，就他们就面对了这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贝里是16岁的，德吉泽斯呢是14岁，那另外一位呢，我应该没记错是接近20岁左右的，21岁对吧？嗯、对，所以他们都被囚禁了将这个9年、10年和11年，而且在这段过程中，你能想象 是这个是在这个美国，对，没错，哥伦布。嗯，所以其实这样的案件在美国发现好像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已经看到蛮多像这样子类似的一个新闻了。就是女生可能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会被绑架带走，然后就是会过这样子非人道的生活。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也是一个雷同故事的一个少女，她可能年纪更小，应该8、9岁就被带走，然后关了快16年左右，关了10年，对，很长的时间。她甚至还生了2到3个小孩，在地下室里面生的。所以他后来也是自己想办法，就是自救，已经过了10几20年的时候，就开始自救。后来他才出了一本书，写关于他整个路程，他要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坎坷的命运。但这些就是应该是罪犯吧，犯罪分子，他们是美国人，是他们是道地人，他们有一个集团吗？就是专门是没这个没有集团的，这个没集团的，他是就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人关三个女人，甚有一个他甚至是他女儿的这个就是这个人的朋友的爸爸，其实这个罪犯是其中一个人的朋友的爸爸就把他囚禁起来了，就亲生爸爸，一朋友，他们三的朋友的爸爸，
他们三个其中一个朋友的爸爸。哦，那个时候十多岁，还是在中学求学的时段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种心态上的一种的这个怎么说呢？变态。病态是一种病态，是一种病态，绝对是。现在审就是经过审这个犯人审讯了吗？嗯，这个犯人呢是被逮捕了，但是他的这个审讯呢是怎么说呢？就有被提控。啊，他被提控，他其实是这个以前的这个曾经是校车司机，啊，他被提控绑架、性侵犯，而且强制堕胎，还有谋杀，总共被提供329项指控。啊，但是呢，他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对，他这个才是，他就说我不承认我自己的罪行。对，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啊！你不承认的话，就你暂时还没办法入他罪啊。你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证据。那他有什么？为什么他有什么托词吗？他只是不承认，没有什么理由吗？这个理由呢，就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因为是报纸呢，一般上没有把说得很清楚。但是当他说他不承认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带上法庭要审讯了啦。嗯。所以现在就排期审讯，现在法官呢就定了这个一个保额金，大概$800万。如果你要保释的话呢，你就必须负责八百万美元啊。如果不然的话呢，就你没办法出去了，你还是要待在这个监牢里啊。嗯。啊，但是这个如果是罪成的话呢？他最高刑罚就是死刑，嗯，只有一项，他将会在这个其实还没有开审呢，在应该是这边是说24号啊，在这个月底的24号呢，就接受另外一轮的这个审讯预审呐、啊，啊，应该陆续就是有跟进报道哈，是陆续会有跟进报道。其实我最想知道是他的原因，他拒绝他不承认这个罪行的原因是什么？不承认罪行，应该没有犯人会承认自己是犯人。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是一种心态，但是有时候犯人他犯罪，他也有人性嘛，他有他内在的背后的一面是说不出来的东西。你认为？我想知道他那个说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你认为一个人如果会犯下这种罪行的话，他的人性还存在吗？其实还是一个人吗？感觉他是在犯罪。嗯。但是其实他认为他自己不在犯罪、他确实他也在犯罪，也许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啊，然后人文环境各方面影响他、也许他这人这不是犯罪啊、对他来说这个是正常的。我感不是我感觉他其实人性他有好多面的，不能说就用一个人的观点去看他一个人的观点。对对对，我想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也想知道，不过我认为呢，这是比较主观的了，我个人主观的一个看法。其实每个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有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这个做法没错呀，那对错是怎么去判定的？嗯，有时候是这个标准的问题，不一定真的能够很公正的去判定一个人的罪过。法律道德方面，我应该在时代进步和我应该这样子说，我会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但是我不太相信法律是人定的，而且你下判的时候是由人来做这个判断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根据种种的原因，必须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判断。比如说，如果你做了 A、B、C， 那它结果就一定是 D。这样子来说，那如果你符合了这个 ABC 呢，你结果就只能判 D， 你不能判一个 E 或 F 出来。但如果你只有 AB 的话，它判不了 D， 可能有另外一个东西来判它。所以你缺一不可，当你缺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就变成它会影响整个判决的结果。嗯，所以我只能够说法律它，我会相信它是公正的，不过就看这个整个其他相关的这个单位呢，有没有能够让它真正的发挥到它的效果。但法律你刚才说也是人定嘛，人定的嘛、人定的肯定又有自己的意愿，有自己的意愿产生的法律它还是公平的。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道德是人定的还是不是人定的？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对不对、所以法律上有好多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普世价值。它也不一定。那不一定，那杀人的话是怎么样啊？杀人是对还是错？强奸是对还是错？抢劫是对还是错？在法律面前，他是道德上他是违背法律的，不一定说这个人的人性他是好的或者是坏的。
他在法律面前他是犯罪，他是犯错的。妍妍的意思应该是说，一个人，这个人，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单一行为判断他是好人或者坏人，只是说他犯错了，但是这不代表他是坏人，是这样子的意思吧？对对，就是他不能判断他人性上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温暖和冷酷。就完全不能完全否定他有所谓善良或者良知的一面，只是他在某个程度上做了一些伤害了其他人的事情。嗯，是这样子的意思吧？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除了关注在这个所谓的嫌犯呢，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再看看说我们对于这三位女生的后续关怀，嗯，这个我觉得是更为重要，如何重建他们的人生。毕竟他们十年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室，完全跟外界没有的沟通，然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医疗啊或者教育等等，所以我觉得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重建。那这个克利夫兰市的议会呢，就为他们设立了这个勇气基金会的募款。那目前呢，就全球有募到了大概是$1,000,000。那我觉得除了对于这三位女生的这个帮助，大家都非常的热心，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希望说看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哦、再唤起大家对于这样的关注。因为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位，我们其中一位是那个贝里，他会贝里会获救，是因为他向邻居求助，是邻居看到了才发现他的，是，所以有时候想说哎，邻居与邻居之间的就是沟通啊互动啊，其实如果可能大家多一点的关心或者多一点的留意，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是，这个你说的非常对，尤其是在现在比较人家说社会也比较冷漠了，那如果你缺乏，你根本不知道你隔壁的住的是谁，你打过招呼吗？请问跟隔壁住的这个邻居打过招呼吗？我老实跟你说一句，我没有。我也没有老话不说，应该会有打个招呼点个头，可是点个头去了解对方的生活，对，是在做什么或者有什么奇怪的现象哈、没有办法去察觉。因为有时候像我的邻居呢，就因为他们是租的，所以联合国我隔壁还有就是所谓的黑人一般人都怕的黑人在。还有印度人，有华人，现在住的、简直是两是我隔壁的邻居就是这样子。所以上次说你隔壁的邻居经常吵架是不？是吗？我说是有吵架，那边附近那是以前了啊，像那个是太夸张了啊，现在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呢，邻居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目前已经感觉上越走了越冷漠了啊。我觉得跟那个家暴也是就是有一些关联，就是如果你隔壁邻居发生一些家暴啊的事件呢、如果多去关怀，其实我们可以可能减少帮忙减少，或者是让他们有个出路。是，我觉得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过去说远亲不如近邻嘛，现在就不一样。其实我感觉多少网络还是起定一定作用的。就是网络可以把这个揭发出来，让更多人看到。不会也它也是疏远邻居的一种方式。网络说因为他不用跟邻居说话了，只是在网上说话。不单只是邻居，你甚至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都疏远了。你看有一些我昨天才看到这个 Facebook 有一则这个新闻，其实不是新闻，是一个短片，人家 po 上来的。然后这个呢，我就看到这发生在中国。就有一位老婆婆。她带她孙女，然后就刚好有这个车那个长巴。就刚好要倒退还是怎么样，不小心把他撞着了。他为了要因为差一点是撞上他孙女的，就要把孙女推开，结果巴士撞了他了，还不小心碾过了他的脚。他这个卷在这个巴士底下，但是人很幸运的怎么说呢，不能说没大碍，这严重受伤，不过呢他就躺在那边还有口气在的，只是路人呢就在干嘛，你想想看，去那边看了，在那边拍照，没人把他救出来，这是干什么了？这个我觉得根本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看到既然只是大家顾着拍照，拍照来干嘛？我相信不是上 Facebook 就是跟人家 share 了吧，但是没人去救他，直到那个医护人员来的时候呢，把他救了出来带上这个医院去，听说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因为失血过多，而且是这个脚的这个严重受伤。
就上手约时间是吧？对，所以这种事情呢，我觉得是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尤其在中国。嗯，其实每年中国的年末的时候，它有一个每年度的感动中国的一个人物评选，他每年会选出10位朋友，就是这个年度的最感动的人。假如说当时有现场的人救了小月月，估计这个人也就成为感动的人了。所以说，其实这么一个节目的一个产生，他选出10位这些比较好心的人士，正是凸显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冷漠，要他就不必要去选出10个人了。对，你说的绝对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本来社会都是很有那个温馨、很有感觉、很有感情的嘛，你怎么会突然选去要一个奖项来选一个这样子的人出来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哎，这个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怀一下自己身边的人呐、多点人性吧。讲到人性哦，其实你看好的人性啊，很多人都说这个就是混偏门的。黑道的社会吧，对对对对，就是属于那种没人性的啊。但是先不管他们有没有人性，他们绝对有生意头脑啊。在日本呢，他们就有一个黑帮呢，他们就是自己啊，自己知道媒体的这个力量的重要性，所以自己办报了，办这个报纸，自己去出版报纸。他们内容是什么样的？内容就是介绍他们的活动。你看够嚣张吧？黑帮的活动，对，是他不怕警察知道吗？所以我说你看够嚣张吧？那个、写那个心得呢？啊，还写心得，还让他们的高级组员呢可以撰写心得文章。哦，还有报道他们的活动，甚至还有一些比赛啊，娱乐新闻啊，这种东西。而且这个黑帮呢，其实还特别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叫山口组的。如果你有就是大家都有留意这个新闻的话，知道日本的一些黑帮状况。山口组是日本非常庞大的一个黑帮组织，而且这个山口组呢，它算是历史非常悠久了。它是在1915年就是创立的，所以有差不多快要百年的历史了。它比马来西亚历史还久，马来西亚独立才50多年，它竟然比马来西亚历史还更久啊！所以它这份报纸呢，其实是属于最主要还是介绍他们自己的活动。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它目的呢，除了宣传他们组织之外，我觉得搞不好可能有另外的一些目的存在啊。比如说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是怎么呢，想要把这个整个黑帮的势力啊扩展得更大，更巩固下来。但是他们警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吗？如果他能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就不会今天是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了。你能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对吧？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可能他们的目的不是只是那么简单想办报，但我想多了吧，可能因为一般上呢，我们都知道媒体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他连这个媒体都能控制的话，能想象吗？他自己的有一天他不是控制媒体，是他自己创办媒体，他自己就是创办媒体了。他创办媒体的时候，这个媒体如果是他的发行量是非常大，读者也非常多的时候，你看看他里面写的东西，他里面所说的一些观点，他应该政府把它转化，把这个黑帮转化成政府的一个政党。这就是我想说的，有没有可能日本这个山口组呢，有一天想去竞选做这个日本政府，然后他野心大到甚至想成为这个日本的首相？第一个出现黑帮首相，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画面。不过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就是说，有什么稀奇？马来西亚全都是黑帮啊，都是黑吃黑的啊。即使不黑，那没关系，就是这些做法呢，也跟黑帮没什么差别。就是搞不好又说什么有一些什么样吃钱啊、贪污啊之类的啊，草菅人命啊，这种东西跟黑帮没有什么差别。也许这个黑帮更能产生它的作用了。哎，怎么说？他在就是治理犯罪上，其实他自己也在犯罪，但是他以暴制暴啊，可以这么说，他对那些想犯罪，他了如指掌。你要干什么？你只要动一根小手指，我就知道你想下一步想做什么了。所以治安那么应该是很好的了。就是可以管得更好了。那我们应该多鼓励马来西亚的黑帮啊，赶快去从政
啊，去成立一个帮派，哎，不是党派，不是帮派了，要提升成为党派，然后招收更多的这个党员啊，搞不好有好多可能下一届大选呢，第十四届呢，我们就有新的一些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局势，全新的这个党派出现，而且这个叫黑党，就是过去是有这样的历史了啊，是过去你像像是在有一些在战争年代吧，在中国的山区，他有一些土匪他也是抢东西啊，然后这样做一些坏事。但是，抗日战争或者是说国内战争，国共战争开始之后呢，他慢慢的他就把它转化成正规军了。把这些土匪，他有意愿加入国民党呢，他就加入国民党；有意愿加入共产党呢，就加入共产党。但是你的土匪的定义是有一些，就现在元帅他都是土匪，原来是土匪的头头。你怎么把他定义为土匪呢？就是他抢人抢东西吗？杀人放火吗？有的他是就是劫富济贫的他是专门，这样他不算土匪啊，他劫富的，他算侠盗。这个叫侠盗。但有些确实也是在抢。平民百姓家的东西，平民百姓的东西这个就叫土匪。对于战争，他需要靠一边，他只能靠一边当。那怎么听起来和一些国家的政治是很类似的呢？只是这些收割人民的这个钱财，然后同时呢，全部包囊这个包什么怎么用的那个字就让自己的这个口袋更饱满，但是人民全部受苦。那这个政府不是更大的强盗吗？更大的土匪吗？应该是是吗？那基本上没分别的了。其实有些事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表面上是不一样的。这表面和他的这个格局不同。你土匪，你强就两户人家、三户人家，你来最多给你几十户人家吧，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政府的话，这个厉害了，这个土匪，这个不是土匪，而土霸王了。你能够收购是整个州、整个国家的这个财富了，你可以让全民受苦。你不是一两户人家受苦，是全民受苦，这个才厉害，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黑帮，如果他可以有一天坐上这个政府，日本政府的话，这个就有新的这个目标了，可能马来西亚可以参考，那时候我们向东学习，就不一样了，那个向东学习，对吧？绝对有意义了，多了。好了，我们今天有一点天马行空，简直说到一些其他地方去了没关系，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待会我们来说国内的新闻送你一个梦。天马行空，冲击时事，每天早上八点一定收听榴莲台，我是来自马华公会的王小婷。榴莲当头，自由高照，早安，我是恩慈，我不是妍妍。我是圆圆，我不是圆圆，我不是熊猫，我是妍妍。我是威尔，早上好。是，那我们来看看国内新闻了。刚刚我们天马行空了，太远了不然如果太远的话，等下人家说我们是什么呢？又抨击我们乱来了乱来的话，就我们就搞屎了。搅屎不是搞屎，是搅屎昨天就看到这个联邦直辖区的部长呢，他的斯里东格安娜呢，就说了一句。我昨天一听新闻，我马上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他说了这个明联呢，他形容啊，明联这为主的这个在野党呢，每天都在惹是生非，是不是也在反的什么，就那边搞来搞去，让国家陷入混乱，所以绝对可以形容为国内的 shit stirrers。就是中文翻译成我不懂这个中文，一般上中文没这么用的，它应该是广东话叫搞习惯。就是搅那个屎的棍，其实生活中有这种棍吗？我们有搅屎的吗？但是想说的不是这个。应该有发酵吗？有发酵。粪可以发酵，它用它的气体来这个做燃料的，对不对？但是有这样有人去这样子搅？估计过去有，现在是自动的了。这样是没有了。那他竟然连这个 shit stirrer 他都懂？其实我不懂英文有这样子用的，我昨天是真的学到这个字了 shit stirrer。不过我觉得我笑的部分呢，并不是说他骂明联是 shit stirrer， 因为我直接第一个反应是，反对党搞的是谁现在？反对党，对在野党搞的是谁？执政党，执政党吧，他搅局搅的是执政党嘛。那如果这个在野党反对党是搅屎棍的话，那他在搅什么？那执政党是什么？屎。
就是屎，就是 shit， so so that the shit stirs can stir in the shit，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啊，我总觉得，哎，这部长们啊，就是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去骂人的时候，你在说，你用手指，你用手指在指着别人的时候，你指着别人的时候，那你另外四只手指呢，你是指着自己的，对不对？嗯，所以你看这个不要指别人啊。根本没有人想去对他这一番言论发表什么样的说话，因为这样子说的话真的是根本不用说了，像我这样蠢的人我都想到这种东西啊，更何况那么多聪明人一听就知道这个自己在骂自己，觉得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最喜欢说那个。其实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没感觉谁是屎，但是你看了之后，哎，突然间你给我的啊，这个思维意识，但是你说是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对，这个对吧？你怎么骂人家搅屎棍？所以千万别骂人家搅屎棍，因为你骂人家是搅屎棍的时候，你要想一下那个屎是是到底是谁呢？对，代表着哪一方面？所以说话要小心啊，骂人的时候也要小心，要聪明的骂。不要骂了过后呢，兜一个圈回来，其实骂的是自己，那是太悲哀了哈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说到这个说人家坏话，那当然要跟这个诽谤扯上关系了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莱纳斯的事件呢啊，就说了 ，OK， 莱纳斯呢今日就撤回了拯救大麻委员会所采取的这个诽谤的这个诉讼，嗯，就是说他不再告这个马来西亚了啊，这个列。啊，你说莱纳斯不再告，对，之前他们就是控告这个拯救大麻委员会呢，啊，就是诽谤他们，对，所以他诽谤他们呢，就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伤害啊，这些啊，等等等等啊，有好多样的一些事情吧，我们上网随时马上可以找到啊，这个我们在这边就不提他所谓的这个诽谤是这件什么事情了，我们来看看说这个拯救大麻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呢啊，达多巴斯汀在庭外就告诉记者说呢，起诉人代表律师李双信今日呢在开庭前呢就告诉这个法官，莱纳斯决定取消或者撤回呢这个诽谤的这个讼诉啊，因为他有这个决定呢，莱纳斯其实是没有告诉他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撤回啊，可能他们达到了庭外和解啊，还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和解啦，总之就没有再过那个了。不过呢，法官也告知了莱纳斯呢会支付这个堂费给大马的拯救委员会啊，数额呢带这个主控官啊主博官来评估。嗯，莱纳斯的这个事情呢还包括有这个他的废料是怎么处理的。嗯，最近这比较说的比较闹的比较热闹呢，就是莱纳斯这个废料到底会送到哪一个州去处理。嗯，我相信没有一个州处理。还没有选择呢。还没有选择。他们没有办法去怎么处理这些废料呢。就是奇怪。所以说他们也没办法选择哪个州。嗯，现在是看那个州属的政府自己要不要接受。雪州呢是强硬的说肯定不会让这个废料去来到雪州。嗯。啊，所以他运出国了，他一开始不说运出国吗？啊，之前是这么说。嗯。但是他们现在情形呢好像不是运出国了。就在本地处理，对，就在本地处理。那不还是，那你就不用运到哪了，就在就地解决得了。就地解决，怎么就在那当地吗？在关丹，就在关丹解决了。在关丹，可是关丹那边就有一些问题啊，关丹人民不接受啊。那哪个州都不会接受啊。去到哪里都不会有人想要接受这个东西。他们自己吞了算了吧。我感觉最受苦的还是一些草根人民，或者是说一些偏僻地方的人们，他们也许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就无意当中就把这。部分废料放到那儿去了，无意之中把废料，哇，你还挺客气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无意之中把废料到那边去，如果要这样子说，那不说不小心经过一个地方，那废料倒了在那边，他自己没发现就把车架回来了，是这样子吗？说对民众而言是无意的啊，无意的，说不定可能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甚至可能开始要再做处理，可是就是没有做这个公布，因为不管他公布在哪个地方呢，都会有人反对的。嗯，不会，你丢在那些人家说原住民住的地方，他们不会反对。可是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所以他们，他们就是不知道啊，就是、所以他们去欺负他们啊。对啊，所以可能他们已经在做处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是说已经在暗中处理，然后就这个 就模糊人家的视线啊，在讨论呢、啊，这样子到底要放哪里？其实背后已经做了，对啊，这个像之前他们运送那个。
材料来的时候也是偷偷摸摸的，只是刚好被发现了。可能他们这次可能行动更机密，就偷偷摸摸偷偷摸摸处理了啊，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也不得而知啊。你说的也对，有这个道理，因为毕竟他们能够偷偷摸摸的来，就能够偷偷摸摸的走啊，不带走一片云彩。你看我们的，我感觉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很悲惨哈。第三世界，哎，我们是第三世界吗？我们是，我感觉是第，应该是、啊。我们是第三，你是说马来西亚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第三世界。我们现在不应该是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承认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现在是第二世界国家，迈向第一。那2020年就是我们的这个宏愿国，先进国。我们距离2020年应该只是还有大概7年的时间，七年不到的时间，对，很快我们就会成为先进国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成为高收入国。我们首相纳吉说，我们绝对可以成为高收入国。这高收入国怎么来呢？据说我们的国债好像好几百亿，好几千亿，好像每个人都在负债啊。每个人都负债啊，所以这个高收入国的就有让我有点抓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样算的。但仅仅假如即使达到高收入了，但是仅仅就凭借高收入而代表这个国家进入先进了吗？没有，我们是高收入国，低素质人民，可以吗？收入高，低素质低，这样子就行了，没关系嘛，因为整个社会都趋向于就是要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适合的状态呀、因为当你的经济好的时候，你能够好好的做好你的教育，你的教育好，那就能够提升你的收入，这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循环吗？教育好能提升收入，这个是谁说的？你这是老人家说的。知道加马在这肯定就反驳你了啊！你认为加马会怎么说？加马会怎么说？贫富机制，贫富机制怎么样？富的永远会富下去，对呀、啊，就是永远会穷下去。所以我才说那个富的就是继续富啊，就是高收入嘛。那你高收入就可以提高你的教育。刚刚威尔说的是人民的素质嘛？那如果你有钱，假如普通大众，草根。人民普通大众，我们接受教育了，但是他们是否能够因为他接受一个，不是说是，但是也是正当的普及性的教育，他是不是能迈入另外一个富人阶层呢？不一定是富人阶层，但是说的是人民的素质。那我相信只要有受到教育，那可能就是在课程编排上或者是老师的教导上，会让人民的素质提高，这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素质才是最重要的。是，当你素质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连带的把整个循环上，把整个环境大环境提升了。素质高虽然不代表说你一定可以赚更多钱，但是可以像你说的，肯定把整个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叫什么呢？至少它的氛围上面吧，还有那个公民意识上面，是没错。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更注重的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如果不注重这个素质呢，我相信接下来补选呢，那结果也会差不了多远啊。你看，我们做这个补选吧，在这个瓜拉波社的这个补选呢，是的，不是说要你看一谈到这个、用那个墨汁，不过现在我们的选委会又升级了，智商又在提升一层楼了啊！这个是他就说把整只手指浸在这个浸泡在墨汁里面，不褪色墨汁里面。对，他有说要浸泡几天吗？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有不一样，这不一样可大了。以前你只是用一个像做那个我们说 manicure 这样子吧，对不对？那指甲护理啊，这样子烧一下，现在不用了。你省了那个麻烦，我整罐给你直接种下去，对把手指粘在里面啊，那边应该要浸泡多少天呢、你们说应该只是一下来多少天那个手指腐烂了。改变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他是为了提高什么？有什么目的吗？为什么？他目的就是很简单，就是避免人家再重复的去投票。就这样吗？其实该掉也整个，其实整个手指掉进去，它也该掉也是该掉了呀。是啊，所以啊，所以他说他的那个智商提升了，就是这个原因呢、智商提高了，就是可能我们之前就说到说因为涂上去，所以它会掉。那现在我们改个方式，就把手指直接浸泡在里面，他就认为不会掉了，就不会掉了。所以这种智慧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你知道吗？他用回同样墨汁的话还是那个墨汁，
你把你整个头正下去都好，你正下去你的头啊，你随便洗一下，你还是一样可以洗得干干净净，脸很更洁白可能。那个材质是会掉的，就是会掉，不管你是用涂的、抹的、擦的、蒸的，什么方式都好，一样的材质，后果其实还不如还不是一样的。嗯，就原来的你工多嘛，麻烦了。省得这么一宣传，感觉这学委会的人。啊怎么这样子的呢？那怎么样？都就像你刚才说的，智商真的很高哎。所以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够明白的，理解无法理解这个思维跟那个、啊。所以我们必须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我们自己的智慧，不然的话就很难跟他们达到相同的程度。哎呀，嗯，就是哦。是。不过咱们的智商也没那么低吧？这个我不敢说，我一般上都是你看的这个我的智慧呢其实不够高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在这边说人家应该是普通大众的智慧也应该没有那么低吧。嗯，希望了，就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明白在做什么东西。我是觉得说其实这个点不点墨呀，这一次啊我自己的感觉了，它没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补选。这个补选呢是几乎可以说决定了这个登州他的这个政权，是对吧？因为就相差那一席，嗯，所以会肯定会是全国关注的，甚至呢每一个政党呢都会小心翼翼，绝对不会让他有机会，任何人都有机会去有可能会变天，对、那个、去出签啊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我是觉得你即使不点墨汁他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它不太大影响，因为你想想一下，那么多对眼睛一直在看住，全部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谁能做得了什么呢？除非你能做的唯一的这个所谓手脚啊，就是已经是这个所谓的你的选民册本身已经有问题了。你这个是改不了的了，没办法的了，对不对？嗯。然后你说选区划分这个都已经划分成了，你也不用去改了。嗯。所以有问题的都已经有问题了。那如果你要再增加问题，这是不可能再增加上去的了，所以大家都会可以看得到。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墨汁呢，这个措施，严格上来说，它没有起了什么作用。我就说，不管你是用把手指直接浸在墨汁当中呢，你要用这个做 manicure 的方式来这样涂抹呀，还是怎么样啊，它没有太大的影响。嗯，对不对？所以我最关键的还是选民的投票吧。对，选民的票，选民的这个那个战。那个蛮激烈的，嗯，是肯定很激烈，17-15，这是上一次的，而现在他们派出的这个人选，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商人，而且两个都是土生土长的，土生土长的人啊，你看一个是专业人士，那商人呢就是一个铜臭的一个人士，满身铜臭的和一个这个高教育精英人士。所以我们现在这描述明显具有偏见性。有什么偏见？你你说那个商人为什么就满身铜臭呢？为什么工程师是良商啊？这是一般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呀。你看我们说这个，因为商人他也许造福于人类的东西更多。我问问你看，我就问问你啊，你就我们大家来谈谈一下。以之前马来西亚所发生的状况来说呢，所有的一种尤其在大选期间，有好多说来派遣的是不是商人，尤其在槟城，应该是对不对？所以大家对商人呢都有一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负面刻板印象，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的负面的这个想法。你说这个什么了印尼磷火造成烟霾的马来西亚的这个商家，马来西亚的这个商人在牵涉在其中，嗯，样样都是说的是这些商家是无良的，所以商家这两个字几乎和无良扯上关系了。两个事件嘛，其实还有其他的好多事件，但是好的从来没被报道呀。我想是这样子，因为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有它的好跟不好，就不管是医生、律师都有好跟不好，所以我相信不管是那个商人也好啊，还是工程师也好，都有好跟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但是工程师是不是精英？工程师精英，但是他是他会或许在他的应该说
他可能在他的会似的，是没有说他可能在他的领域上是精英，但是一个工程师能不能够当好一个地方的一个议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对，我管理上面的东西不一样啊，他可能只会画图啊什么的。我没说他能不能去做这个官员，做不做得好，我说刚才说的是精英，妍妍对我这个对精英和同透的这个说法有意见，但是我觉得你做一个商人的话，如果你不沾一些同透的话，你怎么去做一个商人呢？对吧，工程师也是在赚钱呢、啊、工程师是赚钱，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归类为精英啊，你看每次他是有铜臭的精英，这样行吧、啊、那你是说你要念像是我们为什么很多父母想给孩子去念所谓的专科啊，做精英，精英、啊、就是为了赚钱嘛，给他们有个好生活嘛、哎、不是，这个父母亲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他不会说你就去念其他科目，然后你说你有什么前途啊，你养得饱自己吗？你赚钱不如做生意，那做生意更赚钱、嗯、对吧，那为什么要去念一个那么好的呢？目的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哎，我这个儿子是一个医生，我这个儿子呢是一个工程师，我这个儿子是一个律师，那就饿不死了，是饿不死，是吧，这个肯定，但是他多了一个衔头，这个衔头就代表着是精英，还是钱上面还有个精英，那还是啊，这个真的是没结果的，是没结果的。不过是如果是大家有不同，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不过没关系、嗯、因为我们都是人，是啊，都是个别的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候选人呢，他们的专长身份都不同、嗯、所以我相信就是会吸引不同的选民支持了，是是、嗯、拭目以待吧。在邓家楼的选民大部分都是渔民嘛，嗯啊，现在他们竞选的征选的那个议题，你的渔民是捕鱼的哈，不是鱼的，不是愚蠢那个鱼哈。哦，对，就是哦、啊，捕鱼的鱼哈，捕鱼的鱼哈，渔民吓了我一跳。OK， 是捕鱼的渔民。所以说，现在两个党正就是竞选的那个点呢，都在在那个在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宗教方面。嗯，应该我看都会是。嗯，因为现在伊斯兰党在提出，他们需要新思维去理解这个宗教、嗯嗯、伊斯兰，但是如果他们还是一样专注在宗教的话，可能我相信也很难赢得了。嗯啊，我相信他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思维，这不单只是环绕在宗教，那宗教能为这个地区或这个州属带来什么样发展？但是渔民是看重的这方面，渔民看重这个宗教吗？所以说他们不会，如果是渔民不会看重这个方面的话，他们不会选这个课题作为双方国政和明年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可能这个课题当中他会把牵涉在宗教在里面，但是我个人的觉得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在说宗教的话，谁说宗教那个，我觉得谁就会输，就是把宗教的那个特色放得比较大的话，谁就会输。思维化，他说不要是就是传统方面的，需要把宗教新的思维化。对，如果是这样子就不一样、嗯、但是如果只是以宗教来套住这些票的话、嗯、我自认为了，谁把宗教的这个元素放得最大，那他就会是一个输家。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OK， 好，我们是再看看这个一个新闻，这个是关于公积金的事情了。那每个做工人都很留意这些事情了啊。大马人呢，就每个人都想要发财，每个人都要钱呐哈，求财若渴。那本来这个作用是作为养老用途的公积金呢，却成为最方便的多元用途财源。嗯，怎么说呢，在2012年，就去年啊，国人已经向这公积金提款高达329亿提出来了，那按年增加呢就达了10.3%，成为庞大的市场游资，就是这个资金流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在这个总提款的总额当中呢，有121亿呢是由年满55岁的这个退休人提款的。那其他用途呢，就包括了投资啊、供房贷啊、买房子啊，甚至有些买电脑啊，什么样的用途都有。那该局的这个主席桑树呢就指出，一般来说呢，到54岁后呢，这个公积金局的会员的存款只有158,000令吉。这个158,000令吉的概念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一般人的用法了，大概在5年内就会花得精光了，一分钱都不剩。所以呢，如果要增加存款呢，就有这个难度了，因为大马人的这个工资呢相对的也比较低啊。那如果是能够达成了，就好像我们的首相纳吉所说的嘛，就能够成为一个高收入国，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相对的我们薪金都比较低，甚至我们的最低薪金制呢，之前我们谈了嘛，对不对，就暂时定在这个900块钱。
如果一个最低薪金900块钱，你要怎么把这个薪金提高成为高收入国呢？这个有一点点的天方夜谭，但是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所以如果你要度过晚年的话，以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这个中产阶级。我们看到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哦，这个国人近3年来提取公积金的用途呢，就包括了有这个因为死亡所要用到的一些钱，可能一些家属啊还是亲戚啊就办身后事所需要用到的钱。但是在这些当中呢，有因为55岁提出来的，你这届满了过后提出来呢，也是占了很大的比例，应该是这个有总共有去年有32万左右。这样多的这个方式当中呢，其中提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房屋贷款的这个工期。很多人是把这个钱提出来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屋贷款的工期。那接下来第二排行第二呢，就是我刚刚说了，因为已经55岁了，届满了，所以就把它提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多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还是会存那个公积金的，因为这是怎么说呢？硬性规定，只要你有工作的话，你这公司呢要为你提供这个公积金，或者是这个你自己要去提报这个公积金。这个公积金是政府给的还是公司给的？没有，政府不给你的，就是你自己要给一部分，然后公司要给一部分，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如果公司没给还是怎么样的话，那基本上你自己要去申报，从你的这个，因为有些公司的方式呢，它是把这个整个公积金呢是直接算在里面，让你自己去申报。有这样子一个东西，这是对马来西亚的国民来说。向谁申报？像这个公积金局啊。哦，公积金局也是政府的，如果是申报成功是政府给，对吧？什么政府给？那如果申报成功之后呢？自己给。你每个月要从自己的这个薪金里面，它就像是存款这样子，硬性的规定你一定要存款。他帮你存款，存的这个款项呢，就是在这个公积金局呢，他们会拿去做投资，一定的投资，因为他们有这个基金经理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人，所以这些投资呢赚到钱，这些钱会有分红的，所以这些分红呢就会变成你的这个 interest， 就 dividend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这就是，所以你在55岁过后呢，你可能会有一笔比较可观的数目。如果你的这个存款也比较高，然后公积金局的这个投资也很赚钱的话，那就会有它的那个叫什么呢？我忘了，应该是叫花红吧，应该是它每一年有付的，它每一年有告诉你它的这个成长率是多少，所以去年的应该是我忘了多少百分之多少了，应该是去年的会比较高，听说好像是4还是5，明年不一样是吧？明年不一样，因为它会浮动的，它浮动了，因为你知道整个市场的这个投资它是有亏有赢的嘛，对不对？但是以这个公积金来说呢，亏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小，相对的比较小。你以一个这个投资的观念来看呢，如果你这个这整个这个资金是很大的一笔资金，而你有一个专业的经理，资金经理去帮你去做投资，他会分散的投资，把风险相对减低，然后同时稍微提高了这个回头。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有这样大笔的资金来做，而且有这样规划的去投资的话，他亏的可能性比较低，只能够说可能回头会多或少，就是这样子。如果说做到亏的话呢，这个我们就要质问这个所谓的公积金局了，其实我们政府有好多一些工程呢是跟公积金局借钱的，所以他们也是有把这个款项贷出去的，贷款出去给人，然后同时呢就回收这个这个钱，这个利息，所以政府有好多时候是用这个公积金的，当然里面也是有好多可能一些我们不觉得不透明的部分，这个就要看他们每一年的这个 audition 的报告，稽查报告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般普通人也不见得看得懂，所以他要把它白话化才行其实这个刚刚说我们看到这个公积金呢，有满55岁呢就有占了这个40%了，他们提款呢就是满了55岁把这个款项提出来就占了总提款额的40%。OK， 就是40%，那其中有38亿的呢，这个总提款额呢是用在房贷，那医药提款呢反而减少了。从中可以说出了一个讯息呢，就是马来西亚人有好多都在买房屋，同时呢也是房奴，
买房屋和房屋是在供房子了，对，供房子啊，房子已经变成了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或者一个人哦，他成长到一定的阶段，好像你不买房子就很奇怪了。你不买车，以前是不买车，现在你有了车呢，你没房也不见得像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想，他就是像是一个社会上的算是一个标准吧。大家就一直在灌输你说，好，你现在出来工作，工作了之后呢就要买车，买了车过后就买房子，然后就结婚生小孩，就是一套的人生配套就是这样子给你了。所以这种观念呢其实也没有所谓对错，但是呢我觉得应该可能调整一下。因为如果你就是打肿脸皮充胖子嘛，对不对？你根本没那个能力，可是硬硬就是要硬硬来啊，就是要把这个钱呢，就把大部分的钱压在这个房子当中。那其实你生活是很过得比较困难的。我感觉现在社会好像是越来越矛盾，越来越突出了。矛盾，什么样的彼此之间阶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贫富这个机制吧，对不对？你看现在是富的，就是越来越富，真的，没错。穷的呢，你像是在甘榜那边这些。就越来越穷，不只是在，所以说中产阶级又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是自己的收入比自己的付出要多得多，所以说这样的矛盾如果越来越大的话，激化的话，整个社会是不稳定的。确实是这样子，尤其是整个观念呢，如果你还是停留在这种一定要有房，车是没办法，因为是工作上你必须需要，是。但是房子呢，我觉得是一个 optional， 就是一个可以选择性的一个东西。你把你整个的这个身家，或者你把你这个几乎都是在这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呢，丢在房子当中呢，那你就会面对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就是你一直在供房子，你一直没办法去让自己提升，因为你 commitment 太大。当你这个 commitment 太大的时候呢，你会慢慢走向的，你要嘛你就非常成功，因为你死命的去做，要嘛你就真的是慢慢倾向于这个所谓贫穷的这个阶级了，弱势族群啊。是因为他们常说有一个说法啦，只要你还负债，那你就会努力去赚钱。所以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也说，有时候适当的负债是一种推动力了。对，但是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真的是不太容易过，像刚刚妍妍说的中产阶级，你说贫穷嘛，又不至于啊，可是要买房子又买不起，所以硬要买呢又是让自己为难了。所以现在是我们是，其实我是处在低产阶级的了，我要迈向中产阶级，我要成为高收入国其中一个受益的人，如果能成为高收入国的话。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谈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课题了，时间也不早了哈。我们今天课题是什么来的？就是我们还要谈马华，也是阿基阿周马华。我们来阿基阿周一下了，先流浪一下，才来阿基阿周。